返回 BC 的路途中 ，Peter 又来到这个 Blood Indian Creek 钓鱼，这是他这次出行的第二次在这里钓鱼的地方。Thank you.
今天是8月12号早晨8点钟，凉风习习，远处虫鸣，一个月前的今天我们也在这儿钓鱼，每次来都有收获。好大，是一条大鲤鱼，那好漂亮。今天的鱼是第3条。今天用的钓饵是玉米和这个生皮饵，生皮饵加了一些虾皮粉，加了一些面粉，加了一些玉米粉，加了一些糖，综合的和在一起。哇，好不容易守一条啊！今天钓鱼都比较大，还跑了2、3条大的，很漂亮今天的鱼。这个酸菜鲫鱼啊，现在先把酸菜炒一炒，有的放点姜或者花椒，好，现在可以浇水，再放一点。再放一点，啊，那个酸菜鲫鱼，我们在耳边啊，等拉的应该可以钓了。今天的酸菜鱼就做好了。